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啊，你一天睏无一两点钟，继续落去吼，你的身体袂堪的啦。入去啦，入去休困吼。万一人听到消息，今仔叫来打电话来，无人接是变安怎？闽内无人接啦，我甲母啊拢伫遮啊。我等了等，万一人听到消息，我要头一个知影。喂，今仔叫来哦。闽南啊，无啊。啊，没有消息啦！喂，啊，你有叫恁的囝囡仔给我找无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叫恁那细汉的吼，不管倒位人，看到客人车都去找啦，客人车行啦，拢去给他找，偷偷去给他找啦。嘿啊，若有找到，你啊，打电话过来给我讲，知影无？哦，哦。乖啦，但卖艰苦啊啦，有这多人在倒找，我相信婷婷真紧就有消息啦，好。那这个，我无想无想，娘，婷婷在安怎无？你拢莫为迄个歹的所在去想啦，吼！婷婷若真正有代志，警方早就通知咱啦。好啦好啦，啊你若真正要等哦，嘛着加减食一寡物件，啊你毋只有体力啊。是啊，你想要食啥吼？我煮互你食。你今晚没心啊？希望没吃了。阿官啊，啊，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你也面对现实啦。婷婷若找有，当然是上好啦。啊，若找无，咱嘛是着过日子啊。婷婷若找无，我嘛不爱活啊。你别讲妄话啦，想较开咧啦。婷婷是我的性命，嘛是我心肝头一块吧。你别讲那死来开。我无像你同款，想啊才轻松，因为天天不是你死的。你是咧怨恨我？我嘛无原因安尼做，我嘛就是要救伊，啊，不过唯一都是无法度啊。你让我甲话讲完，无唔对，婷婷唔是阮王家亲骨肉，啊，不过我敢会因为安尼都无尽全力去救？我用个袂输，总袂掉啊！我敢有倒位对不起你母仔？就算我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阿妈，你嘛要掠伊也出气啊！伊为着婷婷做牛做马，拼到差些无命，敢毋是？伊也是我的后生，伊付出这么多，我嘛会不甘。啊，不过就算我安怎付出，嘛无迄个能力，但我医好婷婷病，我勒落去，婷婷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只好给送给别人，才有活命的机会。母啊，好啊，咱来去讲啊啦。应该讲的我拢讲，你若也唔肯原谅我，我嘛无法度。母啊，你讲这阿官拢清楚啦。要不这个代志对伊来讲哦，打击确实有影真大，爱讲的闹较急，你就较体谅啦，吼。来来来，再坐啦，再坐啦。阿官啊。母啊，嘛是逼到真正无法度啊，毋才会安尼做。若要怪吼，就怪我，是我个憨蛮无才调，无再来互婷婷开刀啦。我无怪你，你拢摸唔着，要怪人怪我，我无应该甲婷婷带倒来，甲你拖累。你莫阁讲拖累啦，你若阁讲吼，是干让母甲我艰苦尔啦。可是我若无甲婷婷带倒来，嘛袂甲你害到遮尔惨，嘛袂害害妈出都袂了了。你若气了我，你先甲我讲啊！我先带婷婷离开，不是我来甲你单调啊！你若这么想袂开，好，咱即摆随人去找，我带你来找，行，来找。啊，你不是一世界拢找透透啊？来，我找。地球变过来嘛，就找啦。
阿姨先跟我特别交代一下，啊，啊，假使若加一个人来斗相共，拢无问题，吼，啊，要提醒，再来交我请款，你爱记哦，一定爱24小时固定伫囡仔身躯边，绝对袂用有任何时间插针啊，辛苦你啊。 婷婷即摆安怎？啊，你放心，婷婷真好，手术进前的检查病医拢做好啊，即两天婷婷就会动手术了。安尼就好啦，我即摆看到阿冠啊，逐天甲起痟共款，四界走出去找婷婷，真正足毋甘的。我有几落届，都要甲真相讲出来。你千万袂安尼做的哦。 你若是甲婷婷的代志讲出去，伊一定会搁走来遮找我托囡仔，到迄个时阵，我就无法度讲满伊啊。阿冠走去找你，阿你安怎甲伊讲的？我有叫咱的药嫂，当作心拢知影，因为本官嘛想要到我会甲婷婷带走，所以我就甲口供几句，伊就离开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啦，好。 我知影，好，安尼就麻烦你照顾啊，吼。即嘛，哎，哇，恁带来？哦，路的拄着姊啊，吼，才知影我婷婷哦，胖起啊。妈，是不是有婷婷的消息？啊？无啦，若是有消息，我一定会甲恁讲。啊，无你到底电话内底讲什么照顾？是照顾啥？是照顾婷婷上？ 你莫看一个影，就生一个囝啦，甲婷婷无关系啦。母啊，你拄则话要阮三个是拢听真清楚哦。我咧甲阿福进嘛咧讲电话啦，啊，进前我有租一块地咧种菜，啊，即摆恁转来啊，我著甲囥咧旁边啦，因为租金已经付啊，我才拜托阿福进嘛替我好好照顾一下。哦，是安尼哦。 囡仔是我抱去蛋条的，有啥物罪过吼，我一个人承担。你莫搁逐工天还袂光，你就走出去找囡仔，若真正发生啥物代志，你叫我要安怎啦？要叫我放弃是无可能，我一定要把婷婷找倒来。我一定要把婷婷找倒来。姐嘛，这也袂用怪姐啊，迄婷婷是姐啊吼，巴肚排十个月呢，啊，即马囡仔无消无息。 姐啊，哪有可能安尼就煞啦？你嘛感觉我安尼做伤过残忍嘛？
无啦，其实所有代志吼，拄只阿兄拢甲我讲过啊。我知影即马即阵仔吼，为着要救婷婷吼，连你要养老的套房拢提卖，所以吼无人怪你疼惜婷婷的心，你一定是想无无才做这个决定啦。我相信哦，姐也一定会用谅解啦。阿冠啊，你敢真是会当体谅妈妈的苦心？ 是啊，迄婷婷吼是即马唯一孙的，哪可能害伊啦？即马安尼做吼，真正是为婷婷好。我相信哦，警察司机也捡着婷婷吼，迄一定袂甲放的吼，无管伊死活啦。已经报了遐一天啊，警察局的兵马拢无消息，阿妈无听讲囡仔，哪在去人家顶头？ 无得看吼，迄阮蒋先生吼，啊，伊都知影多一个好好心的人要收养囡仔，啊，就直接甲婷婷送过来，嘿啦。是啦，阿冠啊，婷婷是有福气的人，伊一定会予真有爱心的阿公抱收养，受到真好的照顾。你拢莫阁伤心啊，要若无，我嘛无法度原谅家己。你叫我莫艰苦是不可以。 虽然婷婷即摆已经胖紧，不过我袂忘恩你，因为你为着婷婷，嘛已经付出遐尼济。你把你所有的厝拢卖掉，嘛是为着要救婷婷。我知影你已经尽力了，但袂怪。 出事了，就是我大主大义做这个决定，确实是我唔对。就算你要怪我，我也绝对无怨言。别怪，是因为这个，我实在想思念婷婷啊。妈，歹势，这位刚刚他对你讲有够歹声声。 请你要谅解我。母啊，啊你有听到无？阿冠都讲无怪你啊，你就莫责备家己啊啦，吼、哦。对啦对啦，阿冠，你敢真正愿意原谅妈妈？多谢你啊！你放心，咱婷婷啊是一个有福气的囡仔啦，伊一定会平平安安活落去。 来，雪来，起来啉一下鸡汤补元气，少哦，哈，卡切哩。妈，嗯，我已经好真多啊，你免大工去直播互我食啦。之前因为爸爸的代志，互你遐烦恼，我感觉就歹势。 囡仔，伫个妈的面头前吼，无需要甲我回事的。啊，爸母哦，照顾家己的囡仔，迄拢欢喜甘愿的啊。就算讲哦，你犯搁较大的错哦，我甲恁爸拢会原谅你。只要你会用个平安健康，阮搁较安怎艰苦，迄拢无要紧。来，给你。啊，小姐，鸡汤你泡下未？ 包括我煮真侪，你爱食料，你袂有你食。爸，你真坐啦，我有话要甲恁两个讲。爸，嗯，我已经真久无看恁两个坐在老二房间啊。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。 要困之前，爸拢会坐伫我的眠床边，讲故事互我听。啊，若讲伤久，爸就会叫我赶紧困。我知影恁两个人，一人看豆饼，一人看食饼，陪我做伙困。
是啊，你阵细汉的时阵哦，就爱给恁爸生呢。对啊，啊大便哦，拢一定要给爸当掉的，才袂困。嗯。我可以记得细汉时阵，妈甲我讲酸笑，讲今仔日敢会当紧食无我困。结果我真大声甲妈讲伊讲，我才不爱紧，我要爸爸，嘛要妈妈，恁两个人啥拢袂当离开我的身躯边。我爸回来好不好？我真正足希望咱会当亲像较早同款，一家人做伙生活。雪雪，真多谢你愿意原谅爸爸，妈妈替爸跟你妈讲真，不过。你妈，你妈想多压力啦。我不感觉这是压力。既然萱萱需要你，其实我蛮同意。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萱萱，帮助伊重新站起来，面对新的人生。丽华，多谢你愿意和我回来。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也顾萱萱。对啊，三个都不能少，这才是我们的家。啊，对啊，之前我伫阿公遐欢迎你操烦，我是不是应该找时间去甲阿公看一下，还是煞家己说落下？嗯，等你身体较好淡薄啊。再陪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嗯。请先把这份阿表送过来。我有公事要处理，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是嘞，丽华，你敢明白个想骗我？我敢那希望，会用参像别个老朋友同款，有时间的时阵约出来饮咖啡、食饭，讲一寡心内话。就你条件这么好，黄金单身汉，敢有烦恼需要找人讲？等我一句话，婚姻这么失败，结果是给老鬼的。丽华。我就是知影你伫这个婚姻内面受得真侪委屈，所以我嘛感觉真不甘。我唔知我要安怎做，我只好多跟伊斗相共。这是我甲俊仁之间的问题，就算是我爸母嘛无在条插手。你有这个心，我就做甘心嘛。
今日找你来，就是要送你一份礼物。你无代步机，送我只贵重的礼物要创啥？不是无代步机，这个礼物是我十几年前特别准备好要送给你的，只是无机会。不相信，那你看看这保证书的年份。就是你要嫁给俊的那一年，本来这个礼物我已经准备好要送给你，也不过想不到，我竟然听到你要嫁给俊的消息，所以我得把这对耳钩，把我对你的心意装修起来，藏在我的心内。我真正不知道我家己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感情的代志本来就无想对想唔对啊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向我解释的。想袂到十几年啊，咱两个拄着。虽然讲你已经结婚啊，不过这礼物对我来讲，是代表我迄当时对你的心意。对我来讲意义真大，你得把这当作是一个老朋友的心意，来，收落来，啊。这个十几年前就准备好的礼物，搁送给我，敢讲伊是暗示我，还是对我旧情难忘？主动我叫俊贤，凡是我的命运都完全无共款啊！想无，我无需要逐暝孤孤单单守伫这间房间，等你把嘴巴嘛红晒带到天光。嗯，阿妮。对了，你刚才这麦已经半暝两点啊！我真的暗暝都还没困呢。你还没回来，我刚困在路边。阿白爷，白
拜托你，莫搁吵你，我头就听。啊，你敢不知道我去应酬，还是为着要做生意哦？哇，吵死你！刘俊台，刘俊台，搞起，搞起！你上海是真正去应酬哦？那无，看你这晚的汇率，以后就莫管我有样看样啦。进来啊！哎呀，看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困的，你莫一直跟我吵好不？叫你爱婷婷，你哪有可能跟婷婷等来去人家来得的最早？一定是上好别人。三洗好，摕来要放啦。阿冠呐，婷婷的代志，妈也是爱甲你讲一声实的，你唔通阁怪妈妈，好不？我应该讲过啊，我无代志啊，你莫放心肝底啊。小姐，这几天你为着婷婷的代志，散出济个，我有订一只素牛肉鸡甲你补一下，即摆放伫客厅咧，你食吼。不行，奇怪，妈甲苏焕玲，因两个人绝对不交叉的，哪有可能会联络？敢会是妈甲苏焕玲讲，婷婷是伊的亲查某囝，所以才会甲婷婷抱好伊？一定是安尼，一定是安尼。之前我催，根本就无要承认，我打电话伊嘛无要接，婷婷绝对是在引导。什么刺激？你认为我会甲婷婷藏起来哈？婷婷无去，我比死搁较艰苦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甲婷婷爱我，我拜托你甲婷婷爱我。不管不管，不管你卖安尼啦吼。我真正不知道你在讲啥嘞。你跟我妈有联络？昨你打电话骂的我。我拢听到，卡叔，那不是我妈为着婷婷的代志跟伊联络，先恁两个打电话。你误会我了，忘掉了，我是有打电话给你妈妈，啊，不过不是为着婷婷，是为着恁的代志。啊，之前我就一直想要跟你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你甲双喜啊一直把我拒绝，所以我就想办法找到你妈妈，请伊把钱摕给你。啊！不过你妈妈，伊就唔答应啊！啊！后来伊讲，你甲我讲，你查某囝碰见代志，我想恁一定有啥物困难，所以我想要当面提起好你，你嘛一定唔肯接受，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妈妈斗相共来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
我骗你要创啥啦？我就答应要替你斗找你查某囝，我哪有可能甲你妈妈串通，甲天庭藏起来啦？我不相信，我要找到天庭，我要找到天庭。不管啦，不管啦，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天庭根本无伫我家，你较冷静的好无啦？不管啦，不管啦，你较冷静的啦，不管。你两个来创啦！你真好打。阿晴蒙大雨来找宽仁苦果甜，我要找阮查某囝。你莫找就好，是要来接近我吗？是，是真实的啦。啊，伊查某囝也无去啊，伊是专工来找伊查某囝的。查某囝无去，新岛的代志找来，咱到底要创啥？家里有啥物期待？苏太太，一定来阮查某囝来到底，我拜托。我拜托你，我讲走伊个，我拜托。宽仁已经跟你无任何的关系啊！你莫阁想空想胖，想要来找伊哥哥弟好无？我不是来找苏宽仁，我是来找阮查某囝。拜托你，我讲走伊个，你倒无？我拜托。宽仁，打电话叫阿起来。是啊，是，是，你就同情伊嘛。伊查某囝胖起啊！丁哥，我靠！好，我带伊出去。恁查某囝无伫遮啦，莫伫遮乱啊！行行行行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恁查某囝无伫遮啦！来。奇怪，就算伊个囡仔无去。伊来找宽仁创啥？无伫我家嘛哈！你若是甲我讲，你明天就给我送去倒。我才讲无就是无。无可能，我妈这么爱婷婷，伊无可能甲带在客人车顶头。伊若无教你，是要教啥？你哪会这么鲁啊哈？啊好了，无我问你啦，你现在认为你妈妈会甲婷婷交给我？婷婷跟我什么关系哈？不告你，现在我嘛开电脑。我拄则已经甲你解释过啊，我甲你妈妈联络是为着要提钱给恁，甲恁斗三工尔。我真正唔知婷婷的下落啦，你莫胡白乱想啦。好啦，甭管啦，就先莫讲心仪的想法。假使我若要抱囡仔倒来饲，嘛要抱一个无熟悉啊。我哪有可能抱你甲双喜个囡仔嘞？安尼我抱伊转来，大天看到伊，我唔是足唔甘愿呢。不管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就已经真对不起你啊！我无可能阁伤害你啊！那你看起，妈应该是无甲伊讲天天是个查某囝。你是安怎？咱拢唔讲话啊？歹势，我不应该过来叫料理。文官，好好保重。可能是看到你手机仔内面有甲我通电话记录，就怀疑你家囡仔抱来给我，来我家偷囡仔。来，你放心，我甲讲哦，我会甲你联络，是为着要提钱帮助伊甲湘喜啊。
阿姨即马暂时相信啦，不过我嘛要请你跟我配合一下。好。伊个囡仔无去，是安怎来找你？你两个人到底阮妈我话这代志？哦，拜托嘞！伊个查某囝无去啊，当然会真紧张啊。而且一定是别位拢找无，才找位家来。你莫这么搞多疑嘛。而且，伊个查某囝是安怎会无去？那是伊甲湘西阿生个，伊来找你敢着？我敢袂怀疑。真正有我冤枉的呢哈！自我甲伊找了哦，自头到尾，就是派祝星娘娘迄届拄到的尔，你嘛在场的啊？哪呢？都是伊想空想空要来找你都对啊？不是啦，你嘛少体谅人一下啊！伊亲生查某囝无去啊，当然会四处找啊。你无看伊拄只，已经紧张到失去理智，强要啊气笑。我可能体谅伊，因为我无做过妈妈，我咪永远无法度做妈妈。心怡啊，你搁讲这是要创啥啦？因为我怀疑迄个囡仔根本就是你的。你是要白讲啥啊？我无白讲，我怀疑真合理，就照你讲的啊，都已经无交叉了。囡仔无去，应该是伊这个做妈妈的失职。伊无好好反省，伊颠倒来找你要创啥？除非你是囡仔的老爸，安那无，伊唔敢遐尔好大脚来亲门大户。我就甲你讲过啊，伊是着急。强妹哦，找无路，再找位家来。无可能，我唔是车妹，我嘛唔是工人，我看会出来。你甲我讲，迄个囡仔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到底要我安怎讲才肯相信？我承认，好。伫结婚之前，我甲伊的代志，确实真对不起你。啊，不过你嘛袂用因为安尼，就一直怀疑我对你的真心吗？心怡，我拜托你。拜托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伊今仔日会走来咱家，真正是意外。你若不相信，叫人去调查，看我甲伊是毋是有关的。甚至你嘛会去问好清楚，伊的查某囝是安怎无去的。你若去了解，就会知影我是无辜的啊。咁也是安尼。我就唔惊你去调查，你是搁在怀疑啥啦？心怡，咱是行阿母的，是要斗阵一世人的。啊，可是你若卡袂着，就疑心疑鬼，安尼咱是要安怎继续生活落去？好了好了，搁给我一段时间啦，等我把公司的代志处理好势，我就带你出国去度假。我放轻松一下，安尼你就袂逐工哦，伫厝里学袂乱想啊，吼。有人看到喜爷做遐尼辛苦，想讲摕苏焕仁的支票，予伊去做一个小生意，生活看会较好过袂。不过即马官拢找伊苏焕仁遐去啊。如果用到这条钱，一定会引起阿官的怀疑。我提你的消息，像你安尼找吼，是大海咧蒙占，浪费时间的啦。其实，若无消息，表示有人抛弃啊。伊即马已经受到真好的照顾，你要安心啦。
爸，你哪这么确定？天庭有人照顾，敢讲？你知影天庭在躲，你知影伊向谁抱去对无？我哪会知啦？我哪知哦？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走落去也抱转来。妈，我拜托你，拢是跟我讲好不？你是不是跟天庭跟我收款呢？你阿公，我绝对袂怪你啦。你是胡白讲啥啦？我哪有可能把婷婷交予伊？你是找婷婷找到头壳歹去哦？啊，无你来跟伊通电话。我无跟伊联络啊，啊，伊唔知影为倒位探听到我的手机啊，家己卡来找我的。伊跟你讲啥？伊讲啥物要借钱给我啦，要予伊也创业，我哪有可能接受啦？就算伊讲啊偌好听吼，我嘛甲当作咧放屁啦。我无可能予伊也去接受伊的施舍甲侮辱。啊！迄苏宽林到底甲你恶白讲啥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千万唔通搁会骗去呢。你可以找伊哦。啊！伊甲你讲啥？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。